有主播界公益女王之称的张玲宇，挺着8个月的孕肚现身育成基金会爱心小积木堆积马拉松爱心铺满认养活动记者会。连胜武夫人陆永嘉也以新希望人文教育协会代表身份与活动女王曲爱玲前来响应，用行动力挺号召身边企业好友一起投入公益关怀漫飞天使。今天付出最多的大概是我，因为大概不会有人想要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再面对公众，你看大家都这么的光彩亮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是算是一个牺牲打的一个状态，希望呢透过了这个孕妇的现身，然后孕妇带好运嘛，带旺嘛，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个计划能够成功。那再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主要呢玉成跟我的合作虽然说是从今年开始，但是其实他们已经做了28年的这个早疗的服务了，那包括了语言的或者是身体上的这一些，其实0到3岁是最重要的一个早疗黄金治疗期，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要需要的人力物力还有钱都非常的多，那也是因为跟他们接触之后才知道说哦，这个计划是非常非常缺乏。那这个这个什么小铺满的这个计划，我们的积木小铺满，对，积木小铺满的计划其实是一个爱心零钱捐的小计划。那我们希望大家哦，我们现在认领，用我们的善心跟恶势力已经找到了这个企业的捐赠，那我们会这个活动会为期大概3个月。那我们是希望用爱心堆积，它是一个积木的概念，一直堆积起来。所以这个计划其实是一个滚动式的计划。我们先有基本的一些基底在这边，那陆陆续续在这3个月中，我们会希望可以发展到更大的一个，他希望成为一个小城堡啦。那我们就是全力支持这个玉成，然后照顾我们的小朋友，给他们更多更好的一个生存的能力跟机会。我曾经因为让小朋友认知就是什么是自闭症，什么是稍微这所谓的过动的儿，这些不同的名词不是去做标签，而是你要更认识他们。没错，那跟他们在相处的时候你要更多的包容性，为什么他一直在问问题，为什么他同样的问题一直在重复，这是我的学生常常会提出来的。那我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就会把整班都抓下来，我自己做个 PPT 告诉他们什么是自闭症，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帮助，多一点包容，让他也可以跟你们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那刚才他们说我很会募款，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这所谓的募款的缘由，我觉得一个出发点就会有很多人共襄盛举。我们自己只要想想看，各位媒体大哥，我不是逼迫你们等一下要捐钱，但是你们随便一掏可能就是一把零钱，那这一把零钱其实积少成多，我们就可以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能够帮我们，然后共襄盛举。热心公益的张玲宇更引介日本订阅制益智玩具系统同意趣，与育成基金会长期配合玩具捐赠，提供基金会的早疗孩童以及弱势家庭更多的资源。在找这个同意去的跟徐总来也是很特别，因为他们的企业主要就是永续爱地球，那爱孩子，所以呢他们的玩具0到4岁的订阅，他是每1-2个月就可以来汰换。那孩子对于孩子来讲，没有看过的玩具就是一个没有看过的玩具就是新玩具嘛，所以就无限的循环。那我们也会从就是他们特别精选从日本的这一些益智类的玩具，然后来捐赠给我们的早疗的小朋友，来让他们训练使用，那这会是一个长期的捐助。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他今天站出来，那吸引更多的爱心企业，那包括加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爱心小铺满的活动，现在还开放报名，我们现在才开放报名，请大家努力，加油加油，我们年底的时候大家一起来看看。同意去是一个以爱为出发点，然后我们以善为做循环，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那这个理念跟我们育成基金会的理念是 相同的。所以这次除了我们把我们的益智玩具捐给我们基金会，让我们的玩具更延长它的寿命以外，我们另外也提拨9到12月份订阅会员的10%金额给我们的基金会做使用。那希望这一份的小心力可以让社会更美丽。谢谢。因为育成基金会其实我们是由家长组成的，事实上我本身也是个家长，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服务有特殊需求的身心障碍者，
那我们已经成立了将近28年多了。好，那所以我们非常的知道，这个家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很辛苦，很辛苦，而且他是一辈子的负担。好，那可是我们也知道，0岁到6岁是一个黄金时期，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帮他们真的是发展的弄好的话，那以后真的就成为社会的负担，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自立。那事实上发展迟缓了，透过我们育成基金会，我们有聘用像社工师啦，还有教保员，还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等等的专业人员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在各样的那个发展上面都能够好，能够跟一般小孩一样，或者是他们以后长大的时候的障碍也比较轻，也可以自立生活哈。那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热心的赞助哈。那我们想说，这今天所得的经费，我们也会用在我们育成基金，我们有早疗的中心哈。那我们会做一些疗愈的服务，日间托育的疗愈服务。或者是那个部分识字，那我们其实育成我们的团队也有到宅的服务，哈，就是到家里面，然后给他们一些咨询，给他们建议，然后帮他们做疗愈。那我们也会利用这样子的经费办理的像亲子的教育，啊，还有那个筛检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发展迟缓，可是他可能是有一些可能就是疑似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拿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现场陆永嘉和曲爱玲也和育成小天使玉涵一起制作金力汤，与张玲宇一同响应憨儿就业培训募款计划，希望在后疫情时代公益团体募款不易之时，号召众人的力量为弱势家庭尽一份心力。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